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365哈啾的小编雪玉。这次你好读要为大家介绍的书籍是《心想事成三电台禁播版》，作者是马来西亚988著名 DJ 李欣怡。首先，这本书很特别的是，它是线装的。那线装的好处就是可以将整本书平放在桌面，其实阅读起来挺舒服的。再来就是这本书用了两种不同的 size 拼在一起，那中间突出的粉红色部分，我想应该是宣传噱头吧，就如书名一样，是电台禁播版的18禁内容，你必须要撕开才能够看到。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免那些在书店看书不买书的人，其实小编在撕的时候有点难撕啊，所以如果买过这本书的朋友其实可以了解我的感受。稍微涉及到性的内容都编排在粉红色的这个部分里。这本书主要内容呢是欣怡收集了身边大大小小的事，或者是说我们熟悉的一些生活实例，然后把这些故事编成文字，再加上自己的解读，自己对生活的感悟。那看这本书的时候，语言造诣其实不需要很高，因为欣怡用的字很简单，也很浅白，很 local。比如说，广东话中掺杂着英语这种。这本书分享的故事以两性和爱情居多，那比较感性的朋友阅读起来可能比较有共鸣哦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购买。你好读，关心你的知识来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